二十赛季常规赛结束了，新中五个位置全五赢啊！中锋约奇，那这谁能比得了约奇？恩比德呀，那打的场次太少了，这一点毫无疑问。大前锋位置，这位置的话，我认为字母哥都是空博，应该也是在联赛当中无出其右啊！你别看今年雄鹿队表现拉点，那不比浓眉强啊！ 那浓眉他时用时软，今年浓眉发挥已经很好了，但跟字母哥一比呢，两者之间无论数据啊、比赛影响啊，都不在一个档次。就浓眉挺强了已经，但他比字母呢还是差点，起码差了一档吧。就今年字母其实个人表现包括团队发挥已经算是拉了，但字母仍然还是以一种领先的身姿高居第一，小前锋。 应该是给塔图姆了，因为詹姆斯就没有真正做到在浓眉大量情况下都保持健康的这种条件之内，能够让球队战绩突飞猛进。你仅仅就打一个西部第八而已，这个勉勉强强。所以你结合防守端他持续性可靠的表现，进攻端场均输出的等级，对于球队呃本赛季这个接连打出一波长连胜的意义。 多个角度的话，我感觉还是塔图姆，他基本够。你要说，呃，凯文杜兰特呢，硬让他问题他也打不了啊。现在啊，而且太阳队战绩也没有那么出众。小前锋的话，目前基本塔图姆。你看塔图姆在 MVP 排行榜上边也是基本上位列前五，湖人队内是没有一个排这么高的位置。所以你要是挑选的话，那前五里边就他一个是小前锋，那肯定给塔图姆。得分后卫，伊亚历山大呗。 他基本可以归类为得分后卫，因为他打法特点，他不是一个纯粹的组织后卫。场均三十分了，你说你是组织后卫啊，也不是不行，但他打法还真不是那种像库里一样有球无球、大量均衡结合的那种风格。所以亚历山大结合他的身高，他更像是一个得分后卫，打法也比较复古，大量中距离嘛。亚历山大一号位啊，那就是卢卡东奇呗，因为其他人比东奇都要老。哈利伯顿是高开低走。 斯通库里呢？今年，求是讲肯定没有东西奇啊！就进攻端存在感那么强。你要说防守呢？防守库里是比东西奇好，但球队战绩，在俩人各自出勤率都很高情况之下，战绩对比也一目了然。所以，卢卡东奇他是最出色的一号位。现在，点赞加关注，感谢您的支持。